此刻又去预约大家，我是 Demon， 各位看看老爷万福金，感谢各位捧场本期的赛场盘点。前天滔博3-0 EDG 后，成功从败者组杀入了决赛，而落败的 EDG 也来到了冒泡赛，决赛和冒泡赛的时间给各位贴在这儿了，大家别错过了。好了，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前几天赛场上的精彩瞬间吧。小天波比 W 档位仪把圣枪哥拿捏得死死的，在滔博对战 EDG 的比赛中，35分钟小天看到一个即将变小的圣枪哥直接动手，一技能撞晕左手跟上大招，圣枪哥只能闪现往后边跑，而小天杀意已决，直接闪现过墙就是要杀圣枪哥，一技能撞回来后露露给了大招，随后就在圣枪哥想借兵二连跳时，小天一个 W 就挡下了纳尔的位移，这位移都没了，圣枪哥也放弃了抵抗，这一波小天打得太漂亮了，全成型了，主要还是 C 位的装备都是四件套。小莲这边顶上去了，队友就在后面，奈德来了，要找谁？弗兰诺推回去，但弗兰诺好肉，交闪现，有自然之力的加速，可以往后溜。但 JK 来了，开大招，小莲硬流撞回去，就要杀这个纳尔，但这边的 JK 已经7连了，要找杰杰已经被 A 残掉了，弗兰诺要被卖在后面了。哇，这波 JK 一个人7连要杀掉了，轮子差一点点没有刮到。Mark 露露关键击飞 Scout 的拼死打出三个复活甲，在滔博对战 EDG 的比赛中，33分钟阿水泽利的 W 命中 Mako 后，一技能过来先秒一个 Mako， 然后就直接闪现冲到了 EDG 众人脸上，后面小天也闪现跟上，节节开大，圣枪哥也过来帮忙， Scout 和 Viper 也打残了滔博四人，随后就在 Scout 杀皇进场想闪现大招推人之时， Mark 露露的击飞非常关键，直接让 Scout 没有第一时间推出来，就这击飞的时间导致 Scout 大招时已经残血了，后面拼出复活甲其实也没什么用了，倘若不是 Mark 这个击飞啊，要是被满血的 Scout 往回推出来了，那么滔博这一波可能就炸了。正面想开皇冠， Mark 也反开皇冠溜，而且小人这边穿到 Mako 了，直接穿上了残血，这个他们起脸了，穿到爆闪被一个 PK 直接秒了，这边站着往前进来，外边掉闪现躲开了第一段过程，但是绝对被留了下来，双城绝念斩截过来，但是这里弗兰诺推的还可以，这边没有伤害了，外边有人打不动人，二段表里杀掉了，往回撤，此刻想来个大的想进去被变羊了，这边推了四个，但中两个波甲，此刻尽力了打出三个波甲，自己交了个近身，但是外边过不来呀、仅剩了外边，这是顶尖的容错啊，三线春哥。外破泽利 W 终极放血，滔博众人血条消失，在 EDG 对战滔博的比赛中，32分钟滔博拿下大楼，外破泽利翻墙过来后就冲着龙坑的方向放了一个 W， 配合大招的伤害，滔博三个人瞬间血条就不见了，阿水直接被秒， Mark 也放出了秒表，随后外破闪现躲开小天逼动，然后就一枪一个人头把残血的 Mark 和左手全都收下了，其实这一波左手上皇的回马枪也挺秀的，大家一会儿可以仔细看看，可能要 run 掉了，波比的大招怎么说，没锤到人，两千血，杰杰没有办法继续讲，先搬个大招，两边都一起落金币弹，没有人过到这边，直播泽利的伤害大满了，没有人管泽利，降闪现躲了个壁咚，这边的话奈德也交出了个残血的金身，半个满人指回去，但没有人能跟伤害 Viper 这一波居然都打过了，超线爆闪的伤害太爆炸了，哇，那这样的话还可以继续追击，看魅惑怎么说，没有魅惑到，没有交闪先躲，先必须得交闪，宗师之位也开起来，还能六毛钱一波减速到了，这边要 Scout 看下一个技能，把你忘在拉扯，有小兵，那能走了，开护火一个加速，给了个干锅，回勾血，永上定住了，要给 Viper 拿人头，谁言天地宽，我有 Viper 三。小天波比完美发挥，锤 AD 杀上单挡 AP， 每一个技能放的都非常到位，在滔博对战 EDG 的比赛中，39分钟小天的波比先是在团战打起来时，正面的一个大招锤飞了开大的 Viper， 然后再和队友来找圣枪哥， Mark 看到队友也硬起来了，立马回头点控，小天波比一技能把圣枪哥推到左手大招上后，第一时间就回头用 W 挡下了 Scout 的位移，然后就看到滔博噼里啪啦的一顿闪现就把 Scout 给杀掉了，要留谁？ Scout 有大招，杰杰呢？这边外边已经把大招开过，那滔博可以拉扯，等大招结束再反打。魅惑到了，沙皇弗莱多也绕过来，但弗莱多是没有怒气的，找 Mark 攒怒气。Viper 被追走了 ，Viper 没了呀！而且弗莱多被推过来了，弗莱多可能被秒了。狐狸这个大招也被覆地到了，自己 Scout 可能也要挡，强制一块穿一下，但是 Viper 没有大招，伤害不够。哇，这波小天太关键了，是小天。
滔博落后一万经济大翻盘，二水则力团战一打三。在滔博对战 EDG 的比赛中，27分钟 EDG 此时领先一万经济，强行开团。滔博这边非常严谨，小天猴子大招断后，在队友被落开道时立马去后面大招限制了 Viper， 而圣江哥这边三段 Q 闪压金身失败，让左手把大招推了出来，开了大的阿水得到了操作的机会，于是立马追击，闪现躲开狐狸魅惑，然后就一个人打 EDG 这边三个人，打出了狐狸的闪现，也打残了 Viper。 这时后面的队友杀完圣枪哥包过来后，这两人就无路可逃了，阿水过来几下就杀掉了两人，最终滔博靠着这波逆转也是解锁了一万经济翻盘 EDG 的成就。这边要开吗？来看谁先动手。没空续全了，要来了吗？杰杰这位置有点远，弗兰克先斩上去了，奈个交闪现，小天选择留人，但是斯科特也进场了，被摸到 了，而且抬起来了，配合控制二转脸斩出来，杰克让我输出位置还可以，但是也被斩到了，先推一下，奈的还在输出，在这边斩有点顶不住了，来看一下斯科特交了个近身，但是弗兰克已经斩起来了，杰克让我还在输出，他没有倒，这个 Q 技能没有刮到，所以的话杰克已经被炸了，杰克要杀完了。把兵线先清了，那这个位置滔博得拉开，闪现锁头，闪现拉到后面有斯科特闪跟，但清的并不是杰克，所有人都知道杰克，杰克穿高人开出来，有个春哥甲在被打出春哥甲，这边怎么说？弗兰朵的单面马上要结束了，奈德一推，推的比较的一般，保住了杰克拉姆，杰克拉姆活下来了，他还在输出，这边的话拿下了一个双杀，我的天，死高他这个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结束了，这应该一波了，我太离谱了，奈德和杰克拉姆这个神级的配合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各位看个老爷都懂的，别忘了给呆梦点个赞，关个注吧，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